现在上课，同学们，我们上一节讲了气的定义，讲气的生成、生理功能，重点是气的生理功能。其次，讲了气的运动，气的运动、脏腑气机运动的一般规律，是我们上一节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接下来我们讲人体之气的分类。我们在中医基础理论里面只讲元气、中气、营气和卫气，其他的气暂时不讲。同学们有兴趣将专门去阅读中医关于气血理论一些专著，同学们就可以进一步来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来加深对气的认识。按照本科生的教学大纲要求掌握些基本知识，这里面我们只讲授四个气。在现行中医基础理论里面，目前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共识，一气分类的依据，大家注意听啊，中医人体之气是怎么分类呢？分类的标准是什么呢？一要素，主要组成部分；二，主要生理功能；三，主要分布部位。根据这三者对人体之气进行大致的分类。请同学们注意，从逻辑学来说，分类学的要求，每次分类只能用一个标准，而我们上述讲的做了用三个标准来对气进行分类，所以气的分类我们讲是大致的分类，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分类。人体之气总称真气，真气在现行的术语嘛，又称元气，就原来之气，那个元气，它俩是同一人体之气的统称。从先后天分，可以分为先天之气和后天之气。那么先天之气定名为元气、元旦之气的一个元气，而后天之气称之为中气。这是元气和中气，它俩属于同一范畴，在一个逻辑层次上。而中气再进一步分，根据脉中还是脉外分，相比较而言，那么行于脉中就叫做营气，行于脉外就叫卫气。元气、中气、营气、卫气统称为真气。这个真气具体的通过脏腑经络的功能体现出来，构成了脏腑之气，孕育脏腑之中，称之为脏腑之气；在经络之中称为经络之气。目前学术界比较共识的就是这样一种分类方法，在现行的教材当中也有不同的分类方法。那么请大家注意，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人体之气进行分类，就是每一个作者他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可以出现不同的分类方法，并不说是说中医学对气的分类是混乱的，不能这样认识。这里面涉及到这个真气的定义，真气的定义，传统文献上曾经把中气、元气和这个元气作为同义语来说的，这是一种方法。第二呢，把它定制为最大的一个概念，而真气派生于元气，就不同的学说。我们在这里大家注意，真气在气人体气系统当中它是一个最大的概念，而元气和中气应该是真气的下位概念。
阳气和胃气又是中气的下位概念。这个人体之气，这个真气，作为一种生命的最基本物质，它体现出来生命的功能，它的生命功能是通过脏腑经络而表现出来的。我们把这个真气通过脏腑经络而表现出来，而形成脏腑之气和经络之气。大家注意，脏腑之气、经络之气，一定我反复强调讲定义的时候，一定从物质和功能统一这个角度来理解，而中医学重在强调功能。一提五脏之气，既有物质基础，更重要的这个概念内涵主要是功能而言。为什么强调这句话呢？我们举个例子，心，你说心气，你强调了仅仅理解这个真气是物质，那么你就会追究心气是什么物质，你就会舍去心的功能状态去考察这个心气的物质基础什么。那么这样的思维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现代医学，就可以说是确切点是近代医学的思维方法。我们就是单纯心去追求心的结构如何，心气是物质基础形态形成心脏的结构啊，我们就会追求那个结构去。这样追求的结果能够解释心主血脉，怎样去解释心主神明啊？所以这一点是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一定牢牢记住的。在这里面再强调一下，对物质和功能把它俩放在同一个逻辑层次，我们规定物质为阴，功能为阳。就气和血相比较而言，我们规定气为阳，血为阴。就脏腑的功能状态，可以划分气血阴阳，它们反映出来的物质基础通通可以称为脏腑之气，就五脏之气。注意心的气，假定气是构成心的物质基础，体现了功能和物质的统一。我们所考察的是功能状态来考察定义这个心脏的，所以才出现了心主血脉，心主神明。那么反映心脏生理功能，我们最少涉及到心气、心血、心阴、心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怎样定义心气、心血、心阴、心阳？如果定义心气为功能，心血为物质，那么我们就会去追究那个心气它的物质结构是如何。假设说心血也是物质，那么我们就最会追求那个血的结构。那么如何用这个结构来解释中医的心主神明，就违背了中医的思维方法。出现这种情况，我想同学们在规定理解中医学的某一个术语它的内涵的时候，每次思考的时候一定是在同一范畴内相比较而言说它们含有什么内涵，离开这个条件违反了逻辑规律，用逻辑学来就偷换概念，就会出现理解的歧义。我看现在学习中医之所以发生各种各样的歧义，关键在于逻辑学的基础，怎么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把它在什么条件下来运行它，这样会扫除一点对于中医概念使用的这个混乱性。在这里面，因为讲到气和脏腑之气和经络之气了，就涉及到功能和物质之间的关系，那么表现脏腑经络功能的各种各样的概念如何把握它们，在想到这些概念的时候一定想到它后面是有物质基础的，不是凭空的思维模型。但是中医把握这些概念，着重是说明它的生理功能。按照这样一个分类，这样一个逻辑层次，我们首先讲元气。元气这个在这里面讲又名元气，我们也把它引入进来。
元气应该是统一在真气。这里为什么又把它放在这里面呢？从难经开始，这个气元气和这个元旦的元，它俩是等值的，有这么一说。我们现在记这个定义的时候，元气第四即下面这句话，是生命最基本最本始，源于先天而根于肾的气，强调它一源于先天，二根源于肾，这个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后面这个释义是讲它的生理作用，那前面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落实到脏腑上根源于肾，那么它属于先天的范畴，说它是最根本最本始，就是从气是生命的本源这个角度说的。元气的定义即后边这句话，这个又名元气，是指最早这个元气它俩是等值的。第二讲生成与分布，第一讲生成，请同学们注意，我们这里面讲人体之气，从分类学说，元气、中气、营气和卫气，记住一条，在生成上，一是五脏共同参与生成的，这是第一。第二，从刚才我们讲的分类，讲肺主一身之气，这两个示意图可以知道了，主要是上焦的肺，中焦的脾胃，下焦的肾。至少说人体之气的生成，任何一个气都是肺脾胃肾三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定义它分类的时候曾经提到主要组成部分，那么按照主要组成部分这个标准，这个元气主要组成部分是什么呢？是来源于肾中的精气。那就是说元气的生成主要来源于先天肾中的精气，这里面包含着肺的气、脾胃的气。作为后天来说，我们强调脾胃为后天之本，所以就生成而言，它以先天的肾中的精气为主而生成，又靠后天之气的不断的充养，才完成了气的化生过程。就主要组成部分而言，是以肾中的精气为主，其中也包括后天之气，既包括肺之清气，也包括水谷之气。那么这里呢，因为根据脾胃后天之本的理论，所以强调后天对先天的作用，这里面提到脾胃之气。下面讲它的分布，它的分布长于肾，它本源于肾经吗？它通过三焦而到达全身，循行于全身，就这样记就行了。说元气长于肾，通过三焦而循行于全身，这就是它的分布，记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将来同学们在学习经络的时候会进一步学习，那么读《灵枢经》的关于营卫的循行，会进一步的理解元气的循行方式。在这里我们只要求同学掌握这个程度，它分十二经循行和十四经循行，怎么样构成一个往循环往复的循行路径，我们后面同学们在学习针灸学的时候再进一步学习。主要生理功能，我们在定义它的时候，它第二个内涵就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哈，那就是说具体表现为一，推动人体生长发育，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说生命的构成源于父母构精，父母之精，在生命形成之时候必须有父母之精才能形成生命，
那么才能促进生命的发育成熟，最后出生开始了他的生命历程。就这个一讲，元气推动人体的生长发育，它根源于肾中的气。第二，论述它的动力作用。那么温煦激发推动脏腑经络的生理功能。我们前面讲说肾阴肾阳为人体诸阴诸阳之本，说命门为生命之本。在讲述肾的生理功能的时候，强调肾的阴阳它们的功能在生命过程当中的重要作用。这我们从元气这个角度再次讲了，实际上呢，讲了肾阴肾阳对于人体生理功能活动的作用，讲到温煦激发推动脏腑经络生理功能，这个判断应言强调的阳的作用。这中医的学术思想应当强调元的作用。第二叫中气，中气又称大气，现行的术语里面那规定中气又叫大气，它的本名就叫中气。定义它，什么叫做中气？是集于胸中，有自然之清气和水谷之精气而化生的气，就从它的物质组成来定义它，有肺细入的自然之气和有脾胃化生的水谷之气相结合而化生之气，谓之中气。它集于胸中，又名大气。二，让它的生成和分布。同样道理，中气的生成也是在肺脾肾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由肺之气清气、脾胃的水谷之气和肾的元气三者化合而成的。但是它以脾肺之气为主，注意以脾肺之气为主，以肺细入自然界的清气和脾胃化生的水谷之气，两者结合起来集于胸中形成的气，就是分布在胸中这个气就是中气。大家注意再次强调，是指中气的生成，它是以脾肺之精气为主，记住这两个字为主，不能理解为自然界的清气、水谷之气相加就是中气。第二，它的分布，中气的分布要较元气的分布稍微难一点。一，集于胸中，它最后分布在胸中，它不仅仅集于胸中，它要循行贯注心脉，进入心的经脉，由心肺运行到全身，其上者往上走，往上循行，除肺循喉咙，走喜道，又是说贯心肺，向上贯心肺，与人的呼吸循环有关，气血运行有关。向下走，中气徐于丹田，集于丹田其下三分，有个丹田穴，将来同学们学经穴的时候讲，在注入气街，注入气街就是在腹股沟这个部位，按照下肢内侧下行于足，它往上从肺出来可以走喉咙和呼吸道、喜道，向下通过脐下沿着经脉进入腹股沟，有个气街穴，沿着下肢内侧下行于足，这就是中气的分布。第三，主要生理功能，
正因为它是这样的分母，在分布过程中行使它的生理功能。一，走喜道而行呼吸，走喜道而行呼吸，就是它和呼吸有关，中气呼吸有关。跑得太厉害了，最后上气不息还下气的，老上不来气儿，中医叫大气不足啊，胸中大气下陷。贯心脉而行气血，它进入心脉执行助心行血的作用。我们前面讲肺朝百脉的时候提到过中气，就是贯心脉而行气血。第三，中气和人的视、听、言、动的功能也有密切关系。动，感觉功能和运动、语言、视听都有关系，就是说它能够保证视听言动的功能正常。这个功能《内经》讲中气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表示出来，同学们将来可以看明清的医家周学海《笃医随笔》，《笃》这本书，他也提到中气的功能，视听言动与中气有关。第三，阳气，定义阳气和胃气，把两者放在一起，就根据阳气的分布来定义它。阳气和胃气，它们俩相比较而言。那么什么是阳气呢？行于脉中具有营养作用的气谓之阳气，从它的作用主要是从它分布来定义。阳气是怎么生成的呢？它是在中气的基础上化生而来的，中气的一部分，因此它的生成和中气是一样的，一个水谷之精气，一个自然的精气，相化合而成。分布，记住，它分布于脉中，行于脉内，沿着经脉之内，在全身循环往复地循行，周而复始，如环无端。掌握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在一个示意图里面，教科书里面提到，阳气在体内的循行有两种循行路线，构成了周而复始、循环无端的循行路线。第一是按照十二经来循行，叫十二经循行说；第二按照任脉和督脉来循行，最终把两者联系起来，构成了阳气在体内的十四经循环路径。在这里不要求同学们掌握具体十二经怎么循行、阴毒怎么循行的，教科书里面以小号字给大家提供了资料作为参考，留作将来学习针灸学的时候才进一步去学习。这里面重点掌握行于脉内，按照人体的经脉循行于全身，可以了。第三，它的功能，主要生理功能，它的主要生理功能，一，阳气是一个是化生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来再讲血的生成时再进一步给大家讲，说阳气则密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将来就是阳气是化生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这个一讲，阳气具有化生血液的成分。二，阳气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它源于吸入的自然界清气和水谷之精气啊，因此它在人体发挥着营养作用，随着人体的经脉运行到全身发挥着营养作用。记住两条八个字，化生血液，营养全身。第四，讲胃气，胃气
它的定义方法同营系是一致的，主要是从它们的分布，它两者相比较而言来定义的，同时又把它的作用体现起来，定义它的内涵，说两个以分布为主，其次涉及到它的作用。那就是说，所谓胃气是指行于脉中的具有护卫作用的气。胃气在中医学里面又称胃阳，为什么呢？胃气和营气相比较而言，我们规定它胃气属阳，营气属阴，所以胃气又称胃阳。二，讲胃气的生成与分布。一，生成，它和营气生成的机制相同，同是由脾胃水谷之气和肺细入之清气化生而来。水谷精气和自然之间清气化生之后，同样来源于这两者，但是由于性状的不同，分为营气和胃气。胃气是这两者化生以后，其中具有飘击华丽作用，就是流动速度非常快，就飘击华丽作用，飘击性状的这个气规定它为胃气。而前面讲过的阳气是指到那个气中和飘击相对精粹部分，就是非常精微的部分，这是定义。所谓飘击或者叫飘击华丽，是指它活动力强，流动迅速，因此中医学又称胃气，不仅称为胃阳，又称它为水谷之寒气，与之相对阳气称之为水谷之精气。注意啊，这里面讲的寒，水谷的寒气和水谷的精气，营气的水谷之精气是指啊，由呼吸之气和水谷之气化生而来以后，那个精粹部分，就那最精细的部分，不像胃气那样具有飘击华丽的属性，就属性而言，两者相比较这样规定。分布，它与营气相对，阳气行于脉中，胃气就行于脉外，所以叫做与阳气相协，与阳气相协，就是胃气，这个阳胃气与阳气结伴而行，两者并排走，以脉为界限，脉外为胃气，脉内为阳气，胃气行于脉外，营气行于脉内。在这里面再给同学们补充一句，关于营卫循行这两者最传统的解释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这是一说卫为阳，营为阴，所以阴在内，阳在外，就这个意义限定营行脉中，胃行脉外。在中医历代文献里头还有一说，说说脉外未必无营，脉内未必无胃。把它翻译过来啥意思呢？说脉外也有营气，脉内也有胃气，体现了中医学的辩证观点，辩证观点体现了阴阳既对立又互根。所以讲到这里，同学们注意，相比较而言，
行于脉内谓之阳气，行于脉外谓之胃气。不要忘记了最后这句话，在我们这个中医基础理论这门课里面，仅仅要求同学们掌握营行脉中，胃行脉外，仅此而已。刚才补充的，那么留待同学们今后进一步去学习去理解。这个胃气的循行也很复杂，都留到将来同学们学习经络学的时候去进一步学习。中医学提出来胃气昼行于阳，夜行于阴，那么昼夜循围绕人身经脉循环一圈一圈，一循环多少圈呢？说昼行于阳25，夜行于阴25，昼夜50度，50度形成循环50个圈。这个将来同学们在阅读灵枢经的时候，讲授内经的时候才进一步学习，这里不要求同学们掌握，知道就可以了。教科书里面给同学一个胃气循行示意图，仅供同学们参考理解前面这句话，说昼行于阳，夜行于阴。刚才又讲说昼行于阳25周，就是说白天围绕人身的循环25周，夜间围绕人体经脉循环25周。所以昼行于阳25，夜行于25，那么25+25就50周一大会，50周循环50圈。它从运行的速度、运行的周期、运行的节律来说明胃气的循行。教科书里面还给一个营胃营气的循行示意图，用这个示意图来帮助理解营行脉中，胃行脉外，仅此而已。第三，讲主要的生理功能，胃气的功能要比营气的功能复杂一点。一，有温养作用。所谓温养作用，胃气，胃阳，胃有胃属阳啊，所以又称胃阳，对人体有温煦作用。我们前面讲过气的防御作用，提到胃气抵御外邪，调节体温，是它的温煦作用。温煦什么？既温煦人体的内脏，也温煦人体的肌肤腠理，就是也给人体提供燥火呀，提供阳气。二，具有调节作用，胃气调节什么？一，调节汗液代谢，汗液代谢。我们在讲肺主宣发肃降，肺和肺主皮毛的时候讲到，肺通过宣发肃降调节水液代谢，输送津液到达皮肤，经过皮肤的代谢以后，形成最终产物，以通过汗口排除体外，以汗的形式。皮毛汗口的作用是受胃气的调节的，是肺通过宣发胃气到达皮肤来调节汗口的开合，来调节体内外水液代谢的平衡。二，调节体温，汗孔通过汗调节水液代谢，通过这个来调节人的体温的恒定，体内外阴阳的平衡。所以说胃气有调节体温的作用。第三，调节作用还表现为胃气具有调节呼吸的作用，肺通过宣发胃气到达皮肤来调节汗孔，又称之气门，调节气门的开与闭，从而达到调节呼吸的作用。
第三个作用叫防御作用，胃气到达皮肤，使皮肤行使人体屏障的作用。就这样一个意义讲，胃气具有防御作用，能够防止外邪侵入人体。到此为止，我们将人体之气从生命物质系统而言讲述了人体之气的概念、人体之气的分类、人体之气的生成分布和主要生理功能。那么理解这一节，第一，同学们需要复习第一章，其中第一章的第一节气一元论，再次复习气的概念、气机的概念、气化的概念。从哲学层次上，气为何物？什么叫气机？什么叫气化？在此基础上来理解中医学建立自己的气血体系，怎样将哲学的概念引入到医学，论述人的生命问题，论述医学的基本问题，形成了以生理之气为核心的气血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来学习这一节，掌握作为中医学人体之气，换句话说，作为医学意义的气，主要是指什么而言的？是指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它在人的生命物质系统中，气血精津液居首，是最根本的。血精津液都由气化生而来，这是建立这样一个概念。在此基础上，突出的理解根据哲学气这个概念是结构和功能、物质和功能相统一这样一个思想，来理解人体之气是物质和功能的辩证统一，而重在从功能入手来考察它。人体脏，将来考虑人体脏腑之气，仅仅理解为具体的物质形态，这个思想和脏象学的思维方法是完全一致。这是这一节的最难也是最重要一点概念。在此基础上掌握中医学气的分类，从历史到现在，不同的学者应用不同的标准对人体之气进行划分，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我们这门课程采用的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种分类方法，以主要组成部分、主要生理功能和主要分布部位，把这三个要素结合起来，做对人体之气做大致的划分，分为人体之气通称为真气，按照先后天分，分先天之气和后天之气。先天之气指源于肾中的气，我们规定它为元气。后天之气源于肺吸入的自然界清气和脾胃所化生的水谷精气，我们定义它两者结合以后，基于心中定义为中气。元气和中气处于同一逻辑范畴。中气再进行一次划分，根据中气循行于脉中呢，和循行脉外呢，规定为营气和胃气。营气行于脉中，胃气行于脉外。我们在人体之气里面
在中医基础理论这门课仅仅为同学们从气的分类提供上述元气、中气、营气和胃气。关于元气、中气、营气和胃气，它的生成一定是建立在每个气的生成，一是肺、脾、肾三脏之气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物质来源，那么来源于这肺、脾、肾三脏之精气，其中以何者为主来定义它是哪个气，怎么生成的。那么元气主要于根源于肾中的精气，那么中气主要来源于呼吸之气和水谷之气。同理，营气和胃气也主要来源于脾胃，那个脾胃的水谷之气和肺细柱的清气。那么这个物质来源根据它的性状不同，是飘逸华丽的状性状呢，还是精粹的性状呢？从生成来看，具有精气属性的性状的气规定它为营气，具有飘逸属性的气规定它为胃气。这几个气的循行仅要同学们了解，元气源于命门，根源于肾，通过三焦而到达全身。中气向上走喜道，通过肺、喉咙与呼吸和循环有关。向下从脐向下，从丹田到气街，沿着下肢的内侧直行于足。而阳气和胃气相携而行，营行脉中，胃行脉外，围绕人的经脉昼夜循环，循环不已。做个一般了解就可以了。关于功能，重点从总体上来掌握气的功能。元气、中气、营气为什么功能作为熟悉可以，虽然我们目的要求提出要掌握要记住，就他们的掌握的程度而言，把总的生理功能作为第一要位来掌握，把他们作为次于他的要求来掌握，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这一节反复强调它的概念是最难学习的，正确理解它的概念，这样才是真正的理解人体之气它的内涵。今天就可以到这里。